可以 KTV 吗？可以 KTV 好乐迪吗？我去开房间。啊，好乐迪吗？你刚刚哪？买。你刚刚哪啦？啊，买啦，买啦。啊，你会使吧？买啦，买啦，买啦。先，我不方便啦。今天你知道馄饨台语怎么讲吗？馄饨。台湾只有那一家。边西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啊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边西。边西。边西。你要吸什么啦？边吸哦。靠呀！边吸的馄饨。你在跟我开黄腔还是怎样？啊？你在跟我开黄腔吗？没有啊，台语啊。边吸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边吸边吃。你还是先吃好了。哇，晚上了，今天又要来跟陶哥逛夜市了。哦，可是呢，今天这个地方感觉气氛不太对，好像有点可怕的感觉。我们先去找老板。TV 哥哥，安尼干啊？礼拜哦。怎么了？你一个人吗？怎么了吗？嘿 ，Amy， 你为什么一直看我下面啦？你打包哦。钱钱礼拜哦。钱很大包是不是？你一个人吗？啊，我一个人啊，嘿啊。是吗？啊，无咱 BB 有嘿开房机。你问去开 KTV 吗？开 KTV 好乐迪吗？我去开房间。啊，好乐迪吗？你刚刚哪？买。你刚刚哪啦？啊，买啦，买啦。啊，你会使吧？买啦，买啦，买啦。先，我不方便啦，今天。你妈是，你妈是嫌弃你呢？没有啦，没有。你妈是嫌弃你？没有啦，阿姨。没有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大姐，没事，大姐，无啦，我。什么阿姨？你讲讲。我没去吃物件啦，我巴肚枵啦。妹妹嘛袂歹啊。无啦，阿姨，唔是安尼啊。啊，不是很胖。哎呀，我吃安那啦。好啦，其实你也是蛮正的啦，啊，不然这样子啦，我们真的是去对面好乐迪唱个三小，你觉得怎么样啦？对啊，你这个身材还不错啊，要不要？怎么样啦？不要，你有病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你刚不是很嚣张吗？不行，你走开了你。可以吧，阿姨？好了，我们开票。靠腰哦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三重，没错。由于前阵子我看到有人在介绍三重的花枝羹面挺好吃的，花枝羹米粉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先来吃一下这个。原本我们今天重点是在三和夜市，但是因为听说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们就先来旁边再偷吃一下喽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去吃我们第一间。花枝羹米粉 ，Go！ 会卡啊，阿姨。来到我们的第一间，听说这间超好吃的，这间叫诸暨花枝羹。前阵子看到网络上很多人推荐，对，它的一个标准 set 就是这个炒米粉跟这个花枝羹。哇，这花枝羹很厉害。花枝羹，哎呀，花枝羹超屌的，一季一下。这叫根呐、啊，这叫根。OK。我看起来就是整只花枝了。对，而且三重还有一个也很有名的，那个龙门的鸭肉羹。哦，对，我也想吃那个。对，那个我们也还没去排过。我们先加一点点就好。我们先吃一口就会。好、啊。有了吗？终于有了，我看哇！每次跟你去吃很多夜市，然后那种炒米粉都很垃圾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很好吃。人家网络上介绍那么多，超多人推荐的。加个辣，加个辣，吃看看那个味道。吃个辣椒，还有那个火烫。加辣应该要变香哦。哎，我发现它的中间刚刚没有拉开，它中间有加那个醋哎。哦，有加醋，对，会有点酸酸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一点酸甜酸甜的感觉，我很难形容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加辣。来，你先吃一口旁边的。一般好像米粉煮好煮熟，然后就淋肉燥上去就这样，对，它没有这么敷衍，它就是一进去香气整个就是直冲。它米粉是有用过的。对。哎，很久没有吃到，就是会觉得厉害的。哎，今天有一点推哦，有点厉害哦，而且它就是专攻只卖这两样东西而已。对，完全是你这古老人的最爱。对，没错。
等一下，我们先来喝一下这个汤。哇，这个汤看起来就很屌。一样，不免俗的，我们先来一口原味。再带来一个咸辣，一个不辣哈。一边都弄三碗，那边多哎。好了，各位看到那个脸就知道了。这才是食物嘛。对，为什么三重人那么幸福啊？我觉得我在三重会胖哦。我觉得会，而且三餐吃小吃，哦，这看着就很厉害啦。可是我必须说，它有一点贵。对。我觉得贵的值得。真材实料嘛。对，哎，你看它花枝跟文手，它花枝跟整块都是花枝，没什么根的，哎，很扯哎。嗯。哦。很爽，是不是？你那个脸，太脆了吧？好像是属于脆的口感。嗯，超新鲜的那一种，跟外面的花枝根差超多。外面的花枝根通常就是软软 Q 的，对不对？都是软软烂烂，但它的花枝根是软软脆脆的。我不行，我没了。哇，有点香哎。哎，我觉得这第一间就很屌。好，我们待会来去下一间吧。Go go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刚吃完那个花枝根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先来这一条，我们远离了刚刚那个正义北，我们现在这条叫做文化什么路，我还忘记了。哎，三和夜市是包含这，你带我走的这边全部都算是三和夜市？当然不是啊，三和夜市在最后边那一条，所以你这条基本上是哇，三大条都是吃的。这边也太多吃的了吧？而且每一间都是这种，你看旧旧老老的店。但每一个都是看起来就是吃到饱的，然后害我有一点不敢吃，你知道吗？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天哪，三重人也太舒服了吧。好，反正我们现在先逛这条文化北路，你先看有没有想吃的。我会不会还没走到三和夜市之前，我就先吃饱了？那就先吃饱也没关系啦。哎，干嘛？你怎么突然回头？怎么了？可是那第一次看起来太好吃了。哦，我们一人一只鸡翅膀就好了。好 ，OK 啊，可以啊。鸡翅膀两只，我看到这个鸡翅实在是看起来很厉害。不是，这边真的太多那种招牌看起来老老的店，很厉害的感觉，很烦。感觉就是我爱的。哎，我觉得这里可以再来拍第二集。我觉得非常可以。对，大家直接在下面推荐啊，这三条路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嗯，我们下次就不用找，直接过去杀过去。对，刚刚帮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每个都看起来太好吃了。中了。好舒服哦，这里怎么每一个地方东西都那么好吃啊？哇，你很符合这里的台妹。这是什么脸呢？我们认识在地。哦，在地。我们是在地美食。哦。对。海龟。海龟是什么？台湾的乌龟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一间没有过度的腌制，所以它本身肉不会太咸，然后它炸的皮就是。比较薄一点，不像咸酥鸡的那种脆脆，那么酥脆，但它就是比较薄的。但整体 OK， 好吃哦。不是，你看这种老店，就是哦，对面那个牛肉面看起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各位观众，老板从头到尾都是一直这个脸，啊这个啊这个哦，他一直在冷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还没走到三和夜市之前，有那么多吃的，我觉得你在残害我。你再冷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后面？后面那个光，那边就三和夜市了。你这条就快走完了，再走一下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分开拍。我们三和夜市就是一集，然后我们这一条再吃一集。你怎么不会觉得说下次再来也是大都混着吃？说明他东西多到混着吃。大家刚刚在下面推荐给我好不好？哇，你看老板已经爱上三重了。不是，因为太多好吃的东西。对啊。对，好，我们就先赶快往三和吧。我觉得这里太危险了。赶快往三和，然后又往前走。OK， 我们终于走到了三和夜市。我真的觉得有点意外耶，因为我上一次来三和夜市的时候是疫情前。哦，那大概是20年前了。屁啦！你刚刚整个就，哇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不是这里，对，
哎，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之前来的时候整个就是很空，然后没什么店，然后卖的东西也不多，然后我刚刚走到我头在晕，哎，东西也太多了吧。对，所以我们直接从头开始逛。但是我必须说这边有个缺点，就是我刚刚这样走过来为什么会走到头晕，是因为我觉得有点闷。哦，太小太窄了。对，有一点窄，有一点闷，但是东西真的是有点多，没有看到我想吃的东西。哦，烤腰要吃水果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先买先买先买。马上有卡了。对。你要买什么？脆草。第一吃哦，我以前来是吃这个，然后吃那个什么，有一个卤味，然后跟一个木瓜牛奶。木瓜牛奶。对。厉害的吗？还可以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变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变。我吃一个看看。我吃一个看看呐。我吃一个。哎，有变吗？好像差不多就这个味道，就是一个。我觉得它的味道不错，但是你说很脆吗？我觉得好像也还好。嗯，但它味道是好吃的。对，是好吃的。嗯，还不错。晚点给你带回去配啤酒，我们带一点够。嗯，小道消息，听说这一间地瓜球甜好吃，但毕竟我心中还是有一个小排行，所以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穿越我心中的那个排行。OK， 真的有十几颗，一共二十块，重点它有十几颗，哎，虽然它是小颗，但它有十几颗，大家看一下，爆炸多哎，难怪那么多人在排队，吃起来了。但它的。比较传统，有一些现在比较新的，它会加什么梅子粉啊，然后什么海苔粉啊，是不是？它就是原味的，然后旁边阿姨就直接上面现搓。传统口味正常发挥，心中目前第一名还是大家的那一间，比较脆，比较酥一点。这个就 CP 值走向了，就是 CP 值走向。哦，你看你在那边不看吃的，来看什么烤小鸟啊？味道。对不要哦，这里还有这种小鸟店呢，它的蛋可以吃哎，对吧，你要去卖鸟蛋的，这么小的生鸡蛋还是它？没有吧，长大一点吧。这个鸡包早上会不会叫哎？应该不会吧，好酷哦，早上叫你就会把它拿去做炸鸡了。对啊。等一下，很有兴趣哦。有一点好像没有哎。而且重点是这个老板很佛，他七只100元，然后如果你100元没有中的话，他送你三只虾。哦，旁边现烤。对，你不觉得很酷吗？我们 PK 了，今天。真的吗？一人一百吗？哦，你要一人一百吗？好啊，来啊，怕你哦、喔，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有六只虾可以吃。靠，又是张死正爽啊！好好好。你没有玩过，偷头比较好还是勾尾巴比较好？啊，勾他鸡鸡啦。真的吗？你要勾他屁屁是？行不行啊？你屁股会不会痛啊？你勾人家屁眼！你等下都要把人家吃掉，你那管人家痛不痛？到底行不行？有点难啊！断了。换你。还有错吗？对。好。哎，老板知道怎么钓？尾巴。尾巴好。找小一点。找小一点哦。当虾子要离开水面慢一点。哦，好。有没有看到？先问，傻傻的哦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诀窍。哦，你看看脚脚。哦。哈哈哈哦有有。哎。差一点，换你。两个在那边玩人家屁眼的人。换你。哎，很难哎，真的很难哎。我们看谁先开始。看你差一点，上来速度太快，你太着急了。你要离开水面，速度稍微慢一点。我还在踢水。哎哎哎！哇哇靠！哇靠！哇操！各位观众，哇靠！开始了。哎，老板，他钓一只的话就不会送三只，对不对？慢慢。他踢我。哈哈，各位观众，我三只了。哎，你几只？你现在几只？两只。哦，两只啊，我还有一根，对不对？
哎呀啊，看我表演了。哎呀，三只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哎，看可不可以来到最后一只啊？哎呀，哇，完了！最终结果啊，各位，我虽然没拍到，好，但是我3-2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什么钓虾神手啊？哎呀，哎，还好吧，你7-3。啊，然后嘞，啊，你就是二啊，你就是输嘛，你还想讲什么？对啊，我就二啊，我就想吃虾子，我就二啊。那老板这边直接现串。天哪！然后这边直接现烤。哇，陶哥，你刚刚钓起来的虾虾，嗯，你在那一刻已经决定他们的命运了。还敢吃吗？笑什么？哦，还是要吃是不是？很饿。没错啦。还有一个心得，嗯，给那个之后要来玩钓虾的一个小小的参考建议。啊、哦，我线要弄短一点。不，那个是一个部分，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钓起来啊，它不是。这个是虾头，嗯，这是虾脚，嗯，它掉下来，你不是掉它单掉，然后它一直在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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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了，然后我都把它那个呱呱呱的脚抬出水面之后，它就不会呱了，不会呱之后你要等它停，它就把脚掰着，然后就再一起把它拉进去。刚刚有很多时间都是我还在呱呱呱呱，然后它就抓起来，然后它就啪嗒。我觉得你有点屌，不然我们再100。没关系，先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有点热。我觉得有点好玩。靠上瘾了是不是？有一点。然后你也不能。挑那种太活泼的，太活泼的虾子不能挑。拜拜。你是真的要玩了？真的啊。可以吗？那给你玩。好。你靠呀！啊，陶哥你加油哦！旁边这个虾子现烤好的，哇！啊，那我先吃了哈。好啊。啊，你加油哈！虽然说你已经毁了2只了，还没钓起半只。非常认真。哦。哎，注意啦。你不要连玩这个都上头好不好？第二次成绩，我逃脱不了2只的命运。哦，还是2只。告诉你，这件其实我以前吃过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我以前吃的是它的咸汤圆，然后我没有吃过它的馄饨汤。馄饨汤哦。对，感觉它的馄饨汤也蛮厉害的。那我们来吃个馄饨汤，看好，看起来很厉害哦。70块有几颗？6颗左右。8颗哦。我们先来吃一口原味的，因为我看它旁边有那个就是叫辣泡菜，嗯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加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加那个辣泡菜，okay，感觉好像很厉害。又中了。哦，你好像很适合三重哎！这些东西怎么都那么好吃啊？到底为什么？加就加，干嘛还没咬下嘴唇？直接搞里头就对了。对啊，我看到大家都这样吃啊。那你知道馄饨的台语怎么叫？馄饨。台湾只有那一家。边喜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啊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边喜。边喜。边喜。你要吸什么啦？边吸哦。靠呀！边吸啦，馄饨。你在跟我开黄腔还是怎样？啊？你在跟我开黄腔吗？没有啊，台语啊。边吸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边吸边吃。你还是先吃好了。我懂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，因为它吃的时候那个皮要吸起来，所以边吸边吃，所以叫边吸。哦，好好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赶快吃了。真的是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这个脸哎，它皮好薄哦，然后肉好香哦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很好吃哎，肉很鲜哎，很古早味哎。对啊，哎，这家很可以，我要来加一个泡菜吃一下。有些那个馄饨它本身的肉里面就会有一点到太咸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老板做得很刚好，那是纤维。对，它是纤维，它是本身肉的那个纤维，它把它就是整个提出来。这老板很厉害。哇！其实他那个泡菜不是辣味，他那个泡菜是提那个咸味。哦。哎，好吃哎，这间大推，大家可以来找一下这一间，这间很不错。OK， 我们下一间购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觉得就去吃。哎，你又想吃冰吗？可以，刚刚好像有人推荐这一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泡泡冰呢。好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好。
百香果的。哎，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。怎样呢？我应该听你的。怎么了？他那个鸡蛋牛奶，他是打整颗鸡蛋下去。哎。对啊，我就想说很酷啊。你要先吃啊，如果你这个吃完，你想再吃，我们再买一个啊，因为它不大份啊。不然我们一人一杯。那这好吃吗？你还没那个。超好吃，用的很甜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好，刚刚有点犹豫。但是很清爽哎。对，很清爽。这很像百香果冰沙，这你可以自己吃完吗？靠呀！你要吃，你要去叫你妈。我觉得那有点酷，而且它现在还有新的是 Oreo 口味，我想试试看鸡蛋牛奶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吃过生鸡蛋这样子弄。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看那个脸哦。你看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？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而且加炼乳，我觉得我超爱。太小了，高超好了吗？比你百香果高超好。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完全不甜，然后奶香味超级无敌重。虽然我吃不太出来有蛋味，嗯，可是它很滑顺，它比那个百香果吃起来更滑顺的感觉。刨冰加炼乳无敌，超好吃，这一间大推，不愧是本地人推荐。嗯，好了，今天我们综合以上。大家来三好夜市都吃些什么？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心中的第一排名。没有之一啊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去吃的那一间呢。你说那个花枝啊、我们可以再回来第二次。那我们以下开放留言，大家来三好夜市都吃些什么？有什么是我还没有吃到，然后在地人最推荐的东西，一定要跟我说。这里实在是太合我的胃口了。还有重点是隔壁的文化北跟正义北这两条有什么好吃的？哦、对，这两条也东西超多的，拜托大家推荐一下。啊、我们刚刚就是逛到一半，还有人来问我说：“哎，我看你影片，那你推荐吃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想说先逛逛看。”我们影片到了最后，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和点下我的 IG 哦。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